东方明珠。啊？你干啥呢？啊？妈妈好。啊，给你妈妈打电话呢。啊，打吧。我接电话了。那再忙吧。给爸爸打。人家不是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吗？为啥你行了这么多里，你妈妈都不带接你的电话的？是吧？你第一次到上海啊？到上海感觉怎么样？不是你感觉到上海怎么样？刚才你坐的那个四轩福利车怎么样？呀，那车太快了，是吧？一瞬速度达到300那么。来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坐地铁都不用刷那个啥，都不用买票，看我给你看看怎么样坐地铁的哈。我刚才刷了卡，你为啥你进来了？我刷的二维码。你是不是刷错了？啊，我进错口了。对啊，所以我没有跑卡，我进去。我要给你看的就是我刷一下二维码，我就进站了。二维码。啊，二维码。QR code 在那。我们俩老拍视频去了。走啊走啊走啊走。哎呀，看我爸爸，我爸身体不太好，这个去年刚做了手术，所以我们都比较担心。好，我们人太多了，打车得打两辆，所以我们来坐地铁。我要做一个称职的摄影师，我不说话了。门灯闪烁时，请上下。一共就五站路。五站路，下一位干呀？本次列车终点站石矶东，下一站上海科技馆，开左边门。第一次到上海，请把爱心专座留给有需要的乘客。Next station,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.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. 啊，东方明珠啊！哇，谁看到的东方明珠，对不对？啊，哇，东方明珠。哎呀，我真的来上海啊。啊，我真来上海啊。真的来到了上海啊。啊，走吧，带你去东方明珠的旁边吃饭去。走，我得领路。今天我们要请粉丝吃饭。我订的江景房。来。走。哦。这个是导游，我们请了导游，免费的导游。谁跟你说免费？啊，那这个地方叫外滩，不是吧？不是叫陆家嘴。上次那个我带爸妈来住的就是这个。哦，那楼好帅。看我妈在那儿，每个人都有一个想当网红的心呢。我们现在到了陆家嘴。上次我公婆来的时候，我就带他们住了这个宾馆。看，第一次到这个陆家嘴东方明珠，感觉怎么样？哎呀，你别老拍视频呢，别老拍手机啊！走啊，看好孩子哈，看好孩子。哎呦，全程特别乖，一直坐在小车里。东方明珠来了，老拍视频。啊，不是老拍照片，走啊，看好孩子，你别老拍照片，走啊走啊。你上吧。给妈妈打电话吧，给妈妈打电话，让她看看咱们在哪儿。我觉得你眼睛都不够用了，上海怎么样？你先别说，我先。哦。你眼睛都不够用了，上海怎么样？说话啊。比首尔好啊！你看看这个，首尔没有那样的楼。对，这个是好像是世贸中心吧，我也不知道，是不是好啊？哦，这是国际化大都市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金融中心？我也不知道，肯定是。对，可能是。走啊！你眼睛都不够使了，我看你。东方明珠，我们现在到了东方明珠的脚下了。
是吧？上海的代表东方明珠，你怎么知道东方明珠？你怎么知道东方明珠？你咋知道呢？那所有韩国都是韩国的，都知道啊。啊，所有韩国人都知道东方明珠啊。哦，是你太不了解你。韩国人认为他这个名字叫东方明珠啊，这样啊啊，对，就是我知道的，也是我认识的韩国人都知道东方明珠。哎呦，爸爸来了，一直在拍照。小林新宇啊，好心到，估计也不到。欧巴，你找啥呢？要找东西呢。找啥东西啊？不想告诉你。为啥不告诉我？就不想啊。找啥呀？啊，找到了。什么呀？这是。叮铃，这是给谁的？这是啥玩意儿？叮铃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哎呀妈，这是给我的。你想多了。我想多了，那你买这干啥？你不是给我的？我给妈妈的呀，工资出来了。啊，发工资了。哎呀，九天工作的工资，发了不少吧？我工资。多少钱你知道吗？那九天的啊，多少钱？韩币178万。哎妈，这么多啊！九天挣了10000多呀。嗯。你咋买黄金呢？你为啥要买黄金呢？黄金不是最好的吗？对，黄金保值。看，打开看看。哎呦，你们这么贵的东西干啥了？没多少。看买的啥样，我看看来。买个手链。我以为他给我的呢。买个项链。哎呀，不错。买这么贵的礼物干啥吧？这没多少钱啊。哎呦，还没多少钱。好看吧？哎呀，这戴上黄金就是不一样啊，雍容华贵啊，是吧妈？妈妈不看。啊？妈妈去。这黄金真是，妈以为什么老年人都喜欢黄金，妈妈。增值呀。对，增值。我去香港给你买那套，现在得值了，增值不少钱吧？肯定增值不少钱。哎呀，挺美呀、啊，挺美腻呀、啊，玩意儿真是挺好看。第一次见你这么大方。我是不是那么贵的？那我的呢？啊？我的呢？回来再去给我买是吧？行吧。行行行行。